今天是2024年的，今天是6月20号，今天星期五，是不是？对。它里边太乱了，我估计根本就听不清楚。啊，这是个日餐，然后叫什么名字？一会儿上那个账单的时候，账单上会写，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开吃得了，这是它的烤牛肉。反正它这个是一个就那种日式烧鸟，就日式烧烤那种，好不好？很好喝。主要是肉的位置很好，肉的位置很好。这两个是那个歪酒，这两个是牛舌，一样点了一个吧，用了4个。这个烤的真不错。第二道菜上来了，是个豆腐锅，好不好？里边应该有豆腐和牛肉。哇，热气腾腾的。看看豆腐锅啊，盛一碗试试怎么样啊？还行，但是它里边为什么第二锅味增呢？我不太喜欢味增。它味增啊不是很多，有一点点味增在。哦，大体上可以，没事试。这里边牛肉啊不好，没有刚才吃那个烤和牛那个好，很多牛肉，但是他们做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个肉本质啊，肉质一般，但是他们做的挺好，做的挺嫩的。这是它的这个牛排。带酱料的牛排，啊，是普通的牛肉，不是牛排。怪不得它这个便宜的，是普通牛肉还行，但是做的还不错。啊，就是那个，它这算几分熟？它已经都算是6分熟了，这个啊。对。但是到这么熟了还能这么嫩，不容易。哦。好吧，那个鳗鱼饭上来了，我老婆喜欢吃鳗鱼饭啊，要做鳗鱼饭，好吧。上面是烤鳗鱼，下面呢是这个泥，好不好？我拿勺吧，拿勺得劲。好。太甜了。太甜了。不如世家那个做的好。差了很远，非常远，跟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哦，那难怪价格什么的都不一样，你这儿人多，这儿便宜。但是也是好吃，但是太甜了，酱料太甜。你尝尝是吧？好，这个鳗鱼饭我老魏尝了一口。老婆，如果谁给你的鳗鱼饭打10分的话，这多少分？6分吧。也就这意思，勉强能及格。嗯。说一下，如果我的话给5.5，及格都够呛。吃上拉面吧，吃拉面。啊、拉面还不错，挺有劲儿的。特别有嚼头啊！这个肉呢，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多熬一会儿，把那油再熬一熬。我觉得油肉肥了，也油没有完全熬出去。尝尝汤头啊，日本拉面主要在汤上。比较寡淡。日式拉面按理说它那汤头是非常浓稠的，它这有点寡淡，不过呢也是好事儿。上次吃那个叫什么ramen boy 的，它那拉面倒是稠，都是搁的淀粉，对不对？它这好歹是没有个淀粉，反正就是意思。要了甜点上来了，我们要两个，另外一个需要20分钟才上来，先吃这个先垫一垫。这个呢就是下面是这个香草冰淇淋，然后上面撒了一点这个抹茶粉，然后有这个红豆的一个酱，好吧？挺好吃的，反正这种东西只要新鲜食材真的好吃的，非常的绵密，很好吃，吃的很快。好吧，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甜点上来了，这么大个我没想到，我反正我以为比这小，比这也就只有这个就是1/4那么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日本式的甜品，上来个美国式的，是老美式的。这下面就真的是那种方的那个面包的 toast 的，好不好？等了20分钟，哦，下面是烤的很热，哦，然后上面是冰淇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中间是空的吗？中间不是空的，哦，是因为烤太热了。哦，最后这么一切，它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它是真正烤了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两边都切完了，应该这么扒开就行了。哦，你这样看看里面就真的就是面包，但烤的面包烤很热，然后拿冰淇淋浇在上面。哦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太狠了，这试试来一块试试。Thank you.
它中间搁了蜂蜜和黄油什么的烤，是吧？蜂蜜有点太甜了，蜂蜜。哦。蜂蜜本来就甜，但烤完之后特别甜。抢味。你蘸一点可以，别能吃太多了。这个真的是跟老美似的，这个不是太适合咱们中国人，我觉得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味道太重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真没想到这么大是真的。所有东西都真材实料，很纯实啊。但是呢，就是有点太好了，像顿饭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正面上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名字 ，Hachi。地址电话都有，好不好？然后看我点什么，我点这杯酒，就是这个一杯，就是说冰冻的这个 Rag， 然后呢加上芒果，好吧，7.95块，然后呢 Steak 是9.65块，然后两个这个牛舌是这个13.96块，两个这个和牛的烤串是17块钱，对吧？嗯，没错啊。然后下面我这个不太多，就是看着啊，这个是豆腐堡是8.85块，是吧？鳗鱼饭是11.8块，拉面是10.5块，然后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哈尼豆腐是这个8.98块，然后呢，这个前面那个红豆和香草的是那个3.98块，食物加在一起是84.多块，酒是这个，加在一起这个是92.97块，税呢是7.76块。全部呢是100.43块，给20%小费是20块钱，一百。啊，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啊，啊，就是比较便宜，比那个软裤和那个什么东西都便宜。对。好。整体上还不错，基本上不怎么踩雷，是吧？对。这甜品有点踩雷，主要是蜂蜜太甜了，然后那个鳗鱼饭有点太甜了。啊，我吃着还行。它口味都偏甜，反正。对。其他都不错，然后价格真的是非常合理的。对。对，非常合理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。